都想要抢下这个下届国会过半的席次，不断寻觅所谓的刺客，要来投入艰困的选区。现在国民党要极力游说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来参选台中第七选区，不过遭到婉拒。不过前篮球国手钱维娟，还有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思博已经答应要出征了。民进党则是有意要找知名主持人虞美人参选北市立委，不过没有意愿了。至于政召的这个前棒球国手赵世强是坦承现在是天人交战。